今天早起我就在那边忙哩，忙哩讲吼，我昨明明就调去五点半闹钟，奇怪，看起床看的电脑搞显示四点半，我搁在那心扉开想讲，搁会当困了一点钟，可能是我枕头边的压缩你搞我宝贝，你敢知？结果我一起床，我看到手机啊，六点高分呐、啊，迄人诶六点半要来载呢，我真正火气，我规人拢撞起，用撞诶去变数，连迄尿放一滴，剩诶唔敢放，去公司才放。迄当搬新厝，人头一工来甲我载着讲迟到，迄敢会看靠近？我是代表中华民国空军来个澳洲打工度假的少年人呢，迄速度这方面是袂当绕开的啦。稳稳啊，六点半准时出门，迄连迄防晒拢袂付钱呢。啊，明仔载袂当过安尼哦。迄澳洲的日头真正不是咧开玩笑，晒个一天就算了，晒个两天去，迄当真正变空气皮，看袂安那。It's a car. Oh, I see. We 顶关插落去。Okay. 插落。Monitor.密码 ，Enter。Good。Number one， 对了。Yes， 对了。Yes， 布丽莎。对了。Yes， good。And the 1000。哦，No money， 那不谈个你啊 ？Okay， understand？ Okay， okay， good。为宾馆插了题。Okay， okay。Monitor。密码 ，Number one， 对了 ，Yes， 对了 ，Yes， 布丽莎，对了 ，Yes， good。我跟您讲，我今麦真正是两趴回来的哦。我刚用 Foodpanda 叫了绿豆汤，两杯绿豆，一杯红豆，结果一杯绿豆打开，里面一只蟑螂。你看那个蟑螂直接跟那个绿豆融为一体。嘿哪，我今天一个无注意，一只蟑螂吞了豆来底，繁衍后代看要安那。一大堆蟑螂宝宝在我的巴肚看要怎样，结果我就给客服投诉，你敢不知道客服搞印章？他说，如果你只能提供一张照片的话，我只能退你一杯的钱。什么意思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就跟他说，那绿豆汤还有可能是一杯一杯在煮的，那绝对是整瓶的啊，那白杯我还有可能敢喝呢，你是要喝呢？真是哦，结果他就跟我说，你可以上什么什么网址去投诉，就结束此话题。我跟你说，以后绝对不要再喝那绿豆汤、红豆汤，都不要喝。那绿豆跟那小肠的颜色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，你若一个没注意，你就在你的肚子生蟑螂宝宝了呢。不要乱，红豆跟那蟑螂的两是相同相同，我真的是跟天照地，我不知道在买那绿豆汤跟红豆汤。气死！我真的跟你保证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喝绿豆汤。